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众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众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35页啊，535页，从第六行啊当中啊，第六行经云：“智慧言者，从这个地方看起。”这一句念老解释的非常好啊，经文上开辟智慧眼，获得光明身啊，智慧眼呢可以解释为视眼当中的慧眼与智眼啊，无眼里面有慧眼啊，第六呢是智眼，也可以解释为众生本有之如来智慧德相，以及佛眼。这句话说得好，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来智慧德相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，这就是华严经上常讲的佛眼啊，佛眼就是如来智慧德相啊，自性本具，不是从外面来的啊，各个人都有份啊。我们看下面的解释，如慧疏曰：“智慧眼呢，就是智慧，为众生心中本具智慧眼。一切众生，个个都具足啊。”没有例外的，四圣法界众生具足，六道轮回里面众生也具足啊，为什么现在不能现前呢？下面说了，由无明幻意，无明是根本烦恼，无明就是无知啊，本来啊是一切知，过去现在未来，此界他方，没有一样不知道
这是自信本具的智慧。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他第三句话说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。没有想到我们真如本性本来具足无量智慧，本来具足无量德能，本来具足无量相好，不是从外头来的，是本来具足的。本来具足现在为什么都没有了？智慧没有了，德能没有了，相好没有了，那就是由无明幻意。这个幻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大乘教上佛告诉我们，问题就在一念不觉。一念为什么不觉？没有理由。你要是追问的话，就念念都不觉了。你不理会它，把它通通放下，无明放下了，佛眼了，就现起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迷惑颠倒，妄为昏盲啊，这虚妄的不是真的，假的，真的是佛眼，真的是自性本具的如来智慧的相，这真的，所以迷是假的。自信哪里会迷呢？但是这个一念不觉呢，也是真的，真有一念不觉。把我们从自信堕落到六道凡夫。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，帮助我们回归自性。怎么回归？放下就是。教我们跟佛差别在哪里？我们六根接触六尘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会起念头，起心动念，这个起心动念就叫做无明，起心动念就叫做不觉，就是一念不觉。一念觉是怎么样？一念觉它如如不动，看得很清楚，听得很清楚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人就是如来，这个人就叫做佛陀。除此之外没有差别了，学佛的同学不能不知道。那我们要断烦恼从哪里断？见色闻声，举这个例子，它代表了六根。对六尘境界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成佛了，这就是修佛心，跟佛完全一样。如果起心动念，真起心动念，我们以为自己不起心不动念，
还是起心动念。为什么？念头太微细了。我们初念自己能觉察到动个念头，细念的不知道啊。一个初念是多少个细念组成的，那没人知道啊，也没人想到啊。那佛在《菩萨出胎经》里面跟弥勒菩萨有一次的对话，这个对话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佛问弥勒菩萨说，凡夫心有所念，这个因这一念呢，我们自己认为是一个念头，这一个念头有多少细念，下面问几念，这几多细念，几个相，相就是物质现象，实就是心理现象，那也是个问话。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是也。弥勒菩萨回答说，破手弹指之间，这弹指啊，这时间很短了啊，破掌时间也很短，弹指更短。这一弹指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谁知道？没有人知道。一弹指，你看看，32亿8000年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。这一弹指，我们现在计算时间单位是用秒，一秒钟能弹多少？年轻，身体强壮，那他弹得快，一秒钟可以弹七次。那么一秒钟里面有多少个细念？32亿8000再乘七，2240兆。一秒钟啊，我们怎么会觉察到？觉察不到啊，这个念头太微细了。佛告诉我们，谁能见到？佛见到了。不但佛见到，还有4位菩萨见到。这就佛说的，不是我一个人见到的，8地以上都能见到，啊，8地、9地、10地等觉，啊，佛是妙觉，就是菩萨52个阶级。最上面的5个阶级都能见到，这说明不是假的，不是佛一个人见到的，8地以上就见到了，啊，7地以前听说没见到，啊，8地见到了，啊，这怎么能是假的呢？所以这个是无明啊，很难破。初住菩萨就破无明了，还带着很严重的习气。啊，8地习气轻了，见到事实真相。
自性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，人人都有啊，个个不无啊。八地菩萨完全明白了。返望归真，住昏盲当中，这就是六道凡夫。以为佛言呢是诸佛如来有的，人盲为次。把这个起心动念认为是自己，哪一个不是如此呢？我们不都是因为起心动念是自己的心吗？此心起心动念是自己吗？认错了啊！起心动念是阿赖耶，妄心不是自己，真心是自己。真心是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这个是自己。我们现在通搞错了，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当作自己。这就是众生跟佛差别之所在。我们的认识清楚。佛光普照啊，开众生心中本慧眼。这个字说得好。开我们本慧眼呢、佛光在哪里？佛光普照，我们不见不知，佛光从来没间断。必须得释迦牟尼佛、诸大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应化，示现人生讲经教学，为我们表演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觉悟了，这是佛光普照。佛现在虽然不在世了，我们看到佛像，看到菩萨像，听到念经的声音，看到经本，通通是佛光普照。那我如果我们用真诚心、用恭敬心、用清净心来接触，会开悟，道理就在此地。不单是佛法，圣贤之道跟佛法没有差别。今天我们学科学技术，没有真诚心、恭敬心可以学到，但是佛的经教、圣贤的经典，要没有诚敬，没有恭敬，心不清净，决定学不到。那你所学的是皮毛，再高明的老师也没办法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圣贤东西、佛菩萨这些经典，都是从本性智慧里面流出来的，我们要用本性，要用真心去接触，很容易开悟。
啊，如果用妄心呢，妄心你所学到的就变成今天所讲的知识，佛学知识不是智慧。啊，那我们学到了智慧还是学到了知识，这完全在自己，与佛菩萨不相干，与圣贤不相干，与祖师大德都不相干。印光大师文钞里都说得好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，就这个道理。沉真诚，静恭敬，你用真诚恭敬态度对了，还要心，心要清净些啊，染污的心不行，不能接受啊，有真诚恭敬，心地充满了贪嗔痴慢，这个不行，贪嗔痴慢是染污啊，心里头违背了五常，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的道德啊，心里头没有道德，五常是仁义礼智信，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，这种人也不行啊！佛菩萨圣人来教他，他得不到，他不能接受，他所能接受的知识这个层面啊，智慧那个层面他没办法体会到啊，所以我们要学圣贤之道的根本要真诚恭敬的 啊我们提倡祭祖法会，为什么要祭祖，就是把沉静找回来啊，提倡孝道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孝道啊，孝的内容是真诚，没有真诚哪来的孝，孝从真诚到极处就生出来啊，啊，对父母是孝啊，对老师是敬啊，啊，用父母老师做代表啊，这是自信里面的美德，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，我们现在都是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啊，不孝不敬啊，心里面违背了无常，违背了无戒啊，心里的是什么呢，是贪嗔痴慢疑，是怨恨恼怒烦，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，给我们带来的是疾病啊，身心不健康啊，再严重一点给我们带来灾难啊，所以佛陀的教育他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我们才能离苦得乐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开众生心中本慧，灭无时来的盲明，盲明这两个字
都是代表无明、无知。啊，古言开辟，这经上头两个字是开辟，辟是一切众生。那用什么方法？就是教学。啊，盖为众生昏蒙无知，不识本具佛也，凡自认为盲。啊，自认为自己是愚痴，没有智慧。这个错了。啊，将佛言呢推向佛边，因为佛言是佛才有的，我们凡夫哪里有？啊，菩萨都没有，凡夫怎么会有？啊，而不知道啊，佛言是佛性当中流出来的，人人都有佛性，人人都有自信，中国人讲本性。啊，三字经上都说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那个善，不是善恶的善，是赞美。啊，赞美什么？你有佛言善呐、啊，你有佛心善呐、啊，善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你有如来智慧德相善呐、啊，用一个字来代表。啊，自心里头充满了德能，充满了智慧，这叫善。那么今因佛光普照，开明众生心中本有智慧之眼，而消灭妄明也。那佛用什么方法教学？教学为先。啊，大乘经上常说，诸佛如来今现在说法。阿弥陀经上说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干什么？今现在说法。释迦牟尼佛，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讲经说法的，不讲经说法怎么度众生？都是帮助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啊，佛知道，佛清楚，苦从哪里来的？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十法界从哪里来的？都是从一念不觉迷失了本性，于是变现一个妄性，这个妄性叫阿赖耶。我们现在所用的就这个心。阿赖耶是什么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啊，阿赖耶是妄想，摩那是执着，第六意识是分别。佛法里面讲的三心，三心就是指这个。啊，阿赖耶、摩那、意识。啊，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，
我们这部经的经体上面有清净、平等、觉啊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觉就是菩提，觉就是智慧啊，清净平等都是属于禅定，自信本定也不是从外来的，放下染污，清净心就现前了；放下分别，平等心就现前了。啊，放下起心动念，觉心就现前了。清净，佛教里面叫他做阿罗汉；平等，佛教里称他做菩萨；觉就成佛了。这有因有果，都在经体上啊！啊，你看。这个经的内容在题目上就看出来了啊，清净心小乘人证得的，平等心大乘菩萨证得的啊，觉一乘法身大师所证得的啊，这个经这一部经里头通通包含了，包含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的无量法门都在这部经里头，不可思议啊！这一部经深广没有边际，它是大经，大经当中的大经，啊，可是修行不难，太容易了。啊，只要我们能看破放下，这个经真的叫万修万人学，那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就在经体上啊，清净平等就是修行的因啊，我们修什么就修这个，我们用什么修，用持名念佛的方法来修，你要不认识清楚，你不肯干呐！啊，真正肯放下万缘，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就为这个。你把这个抓到了，这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你全部掌握住了。那再告诉你，就在这部经里头。啊，《华严经》说的，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啊，一无量寿，无量寿以外的一切经，一切经的教义全在这部经里头。啊，我们感恩黄念祖老居士，他在往生之前最后讲了一部《进修捷要》，报恩谈，
把这个意思都讲清楚了，都讲明白了。他讲得太好了。啊，可以做我们专修净宗的补充教材。啊，海鲜老和尚给我们作证，这还会有错吗？啊，众生的苦从哪来的？从无知，无知就是愚痴，就是此地讲的盲明。啊，学佛就是开智慧。智慧开了，盲明就没有了，假的就消灭了。啊，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，我们活到这个宇宙来，这一生当中我们所接触的，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。真心是真的，妄心是假的，真心所流露的是真的。真心流露什么？是宝庄严土。我们没见过，为什么？我们没有用真心，我们用妄心。道理是这样。啊，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用真心就对了。佛教我们用真心，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用真心，啊，孔子、孟子教我们用真心。再细心观察这世间大的宗教创始人，他们也都用这些。他们能爱世人，只有真心才爱世人，妄心爱自己不爱别人啊，真心爱世人。为什么？他知道整个宇宙是真心变现出来的啊，像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万法是自信所生的，我们身体也是自信所生，所以万法跟我们什么关系？一体，一个自信，一个本体。这要认识清楚，要搞明白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庄子说过这个话。庄子那个时代，佛法没到中国来。啊，庄子说过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你说他有没有开悟？他这两句话跟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六句话啊，我五句话有什么分别？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方圣哲的教学是可以无私自通的。啊，自己开悟了。所以东方教学的理念祖祖相传教下来，教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
自见就是开悟，不是老师教你，是你自己悟到了。啊，老师用种种善巧方便来诱导你。啊，诱导你是到什么境界呢？到自己开悟。自己开悟了，你把你的悟处向老师报告，请老师印证。啊，老师听了之后点头，没错，你就毕业了。那你看慧能大师听五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开悟了。啊，悟的什么？就这五句二十个字的报告，五祖一听，行了，一拨就给他了。啊，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。啊，多简单呐！啊，这为什么能开悟？啊，就是他能放下，他能看破。啊，真的明白了，这不是假的。五祖给他一印证，他知道没错。啊，跟五祖同一个境界，这就消灭盲民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智慧眼开了，你就得光明身了。底下这一段讲光明身，三藏法术卷十三里面有这么一个条目，三种光明啊，光明有三种，有外光明，日月火珠等光明能除暗者，这个是外面的光明啊。啊，佛经上讲的日月火珠。火柱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用现在天文学来看呢，火柱是太阳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火柱是恒星，那就是正在燃烧的这个星球，它放光，啊，地球上的光明全靠太阳。如果没有太阳，地球是一片漆黑。在太空当中，它不放光，没人能看见。啊，那么这个宇宙当中能放光的星球太多了，我们晚上看到天上星全是放光的，啊，自己放光的都在燃烧。第二个呢，发光明，妙法能除愚痴真暗，这是从比喻上说的，啊，经上常讲的暗，都是比喻愚痴、无知，啊，对于事实真相不明了，这叫愚痴。
啊，佛给我们说法，我们听明白了，开悟了，智慧就升起来了，啊，愚痴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是说法光明。第三呢，身光明，诸佛菩萨及诸天等身有光明，啊，诸天也有。这个光明从哪来的？是自性本具的光明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我们是因为有烦恼，光明透不出来。如果烦恼障断了，身就有光明。啊，天人烦恼没断。啊，但他们修定，得到定的人，身就会显光明。啊，他在入定的时候，定有很多等级。啊，欲界天是欲界定，有小光明；四禅天是世间禅定，有光明；无色界天，他不愿意也见到，他连身相都不要。啊，所以通常我们讲天，二十八层，最上面四层是四空天。啊，佛在经上讲，多半是指四禅以下，啊，四禅讲到摩西首罗天，是第四禅的天王。六道里头，地位最高的。啊，这些呢，都是身上有光的，能除暗者。啊，如经云，这佛经上常说的，身顶皆有光明照耀。啊，佛、菩萨、罗汉，身有光，顶也有光。啊，身有光明，是为光明身的前世。啊，进言之呢，再进一步呢，我们深一点的意思就讲呢，获得光明身呢，另有三义。一者，如千手陀罗尼经，这里面讲，当知其人。即是光明藏，一切如来光明照顾。啊，这个人是修行人，不但是修行人，是正果的人。啊，他身方光明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藏。光明藏的意思深了。
那我们再看，由于佛光普照，众生垢灭善生，慧眼开明，净心持念，于是十方如来光明护照，行者自身即称光明藏也，这个意思是啊，但是得先有先决条件啊，那就是身顶皆有光明，光明大小不一样啊，阿罗汉就有。阿罗汉要作揖，要入定，他的光明别人看得见。那菩萨定慧比阿罗汉深，不需要作揖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菩萨身顶都有光明。啊，一切如来光明照顾，显示出佛光普照，我们心地清净，心地善良，就会有感应，心里面有烦恼，有贪嗔痴慢疑，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这些全是障碍，障碍一切如来光明所照，所以一切如来光明看不到啊！啊，见到光是好事啊，证明你修行有点功夫，你的功夫越深，你见到的光明越大，越清楚。啊，由于佛光普照，众生垢灭善生，慧眼开明，净心持念。啊，这句意思都很深广。啊，得到佛光的加持，众生烦恼轻，智慧增长。啊，这个善是善生，是菩提心生的。啊，慧眼开明，净心持念。慧眼开明是讲学教的。啊，无论什么样的经典，都能帮助他开悟。净心持念是讲对念佛法门。啊，念佛要用净心，清净心。啊，跟净土它才有相应。啊，净心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这是净心。啊，所以我们用念佛持名念佛的方法，把妄想念掉，把杂念念掉，啊，完全住在清净心里头，清净心里头只许可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这样持名念佛就对了，于是十方如来光明护照啊，
这个修行的人自身就成光明藏啊。这是第一个说法。第二个说法，如论注往生论注解里头说的，坛鸾法师说的，佛光明是智慧相也，故光明身与智慧眼报耳，智慧眼开了了见性，光明身顿即成就也。啊，这是什么境界？化身菩萨，华严经上所说的圆教初住以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这个时候智慧相佛光明是一不是二，那智慧眼开就明心见性了，了了见性了，见性就成佛了。第三，如四义经里面所说的，如来者皆是无量光明之藏。如来十号，第一个号盖愿一切众生皆由真实智慧而证如来法身也。这个愿见性的菩萨有，如果我们有，对见性很有帮助。那就是愿一切众生皆有真实智慧，证如来法身。真实智慧自然见如来法身。如来法身在哪里？法身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，换一句话是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我们都在如来法身之中，自己不能够觉察。所以诸佛如来对我们起心动念全都知道。不但如来知道，我们实在讲是被自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障碍住了。我们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就见到法身，就见到实相。实相是一切法的真相，这就成佛了。下面这一句闭塞诸我道我道地持经里面说的成我行往名为我道，地持经上说的成卧道王，卧行王，卧行无逆是卧，他干这些事情下面解释，念了解释，即成卧行而王之道路，这叫卧道。
啊，恶道有三：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啊，上面呢，这三个叫三恶趣。也有人加入修罗，那就是四恶趣。地狱，嗔恚心中的贪嗔痴啊，恶鬼贪心，贪心膨胀啊，没有底线的，什么都贪了，贪财、贪名、贪色、贪权位。啊，贪心重的恶鬼道，嗔恚心重的，我们常讲怨恨恼怒烦，这五个字都是属于地狱的。那这种人有没有呢？有很多，你冷眼去观察中国、外国，到处都能看到。啊，畜生是愚痴，三恶道的业因，贪嗔痴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，贪嗔痴必须放下。为什么？不放下了，来生就到这去了。这个三恶道时间都很长，很不容易出来啊。那畜生道是不是我们看到的畜生好像寿命很短呢？啊，经典上告诉我，畜生道是论次数的，啊，你变成一只狗了，要做多少次？啊，做几十次、几百次、几千次、几万次，那个麻烦可就大了，不是一世他就投胎了，不是的。啊，论次数的啊，鬼的寿命就长。地狱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三恶道决定去不得。所以贪嗔痴慢疑要断。怎么个断法？要真正学佛，把方向目标改换。我们专求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专求清净阿弥陀佛，只有这一念。除这一念之外，其他念头全放下。就能够毕生诸恶道了。那三善道里头有天道、人道、修罗道。啊，有人把修罗也算作恶道，那就变成四恶道。啊，修罗怎么成就的？功高我慢。啊，好跟人争，要竞争、斗争，他喜欢搞这一套。
啊，乐此不疲，总希望自己胜过别人。啊，别人有些比他强的，他不甘心。啊，所以修罗虽然是善道，在人天死了以后啊，堕卧道的机会特别多。啊，他一生卧度善少啊，啊，所以再往前面看呢，他就堕卧道去了。闭是关闭，跟色的意思相同，闭色意思相同。啊，令诸众生免除堕入三恶道或者是四恶道的这恶难了。啊，是为闭色诸恶道的初解。会书里头更进一节。他说六道都是我道。那书上说，书云六道在流转所由啊，故言我也。这就是他轮回也。六道轮回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决定在卧道的时间长，在善道的时间短。怎么知道？只要我们冷心冷静，检查一下，自然就明白了。我们今天一天从早到晚，起心动念，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，就知道了。凡是为自己的都是恶念，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念。我这一天从早到晚几个念头是利益众生的，那几个念头是利益自己的，不就明白了吗？啊，先看自己，再看别人，然后拿佛经对照了比一比看，就明白了。为自己想的念头太多了，为别人是偶尔想起，不是自自然然起的念头，为自己是很自然起念头。啊，所以自利的念头重多，这就是六道轮回。啊，利他，念念利他，这是人天两道啊。啊，会书里头还有一节说六道都是我道啊，所以六道流转所有，故言我也。会所之说于今有据，有经典做证明，位移的恒皆无我取，以修罗分入于去啊，所以六趣变成了
无趣，啊，经缘无恶趣，啊，会书所解，六道通通是我道，六道轮回，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离苦要离究竟苦。什么叫究竟苦？脱离六道轮回叫离究竟苦，永远不再受苦了。只要不离开六道，苦是有的受的，够你受的。这说明六道可怕了。啊，得乐得究竟乐，往生极乐世界是得究竟乐，不能不知道啊。佛应化在世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悲心起作用啊！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看到我们这些众生在六道里头迷惑颠倒，醒不过来啊，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打转，苦不堪言啊！从同体大悲心里头起心动念发愿，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这是他们的本愿。他们有智慧，他们有能力，我们要能相信，要能接受，要能依教修行啊。他的力量完全加上了，他有加皮的力量，我们不接受那就没法子了啊。我们一定要乐于接受，这个会书所解的六道都是我道，是以闭塞诸恶趣，即是断除众生六道轮回之途。这个对，这就是离究竟苦啊，令畜生死之害也，帮助一切众生呢，生死之害就是六道轮回啊，超越六道轮回，这个生死之海永远断了啊。我们这个绘本第32品也说，恒劫于无趣，卧道之必生啊。这一段绘词韩魏两种译本啊，幕后这一句通达善趣门，通达畅通无阻啊，没有障碍啊。啊，门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是差别，第二个是屈辱啊。大乘一章第一卷书，门别不同，门别不同，故名为门。我们讲分门别类，这个意思啊，不门门类啊，这个意思是又能呢通人去入明门啊，这个地方开个门，人可以进出。啊，有这个意思。这个下面念老为我们解释，法有种种差别，
就是种种法门，皆能使人去入涅槃，这是门的意思。所以八万四千法门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？每个法门都能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都能帮助我们证如大涅槃。那故知经中之法为门，我们依照经中的方法来修，就能离苦得乐，就能超越轮回，就能往生极乐世界，这都是门的意思。四教义第三愿，门者以能通为义，佛教所全真四句法，通行人智真心实相之理，所以叫做门。这个后面所讲的正是精进中之一，善取者一般指六道中的三善道，这是一般讲法。善趣就是善道，但是此与精进之意相违，跟我们这段经的意思不一样。上面既然是说六趣都是恶趣，故人天等趣不能复成善趣，故知善趣门不是去入人天之门，而是上善所趣向为善趣门。如慧疏说的菩提者即上善所入，故言善趣门。菩提是梵文音译，古印度话翻成中国可以翻，为什么不翻？尊重不翻。学佛人他的目标方向就是菩提，翻成中国意思是觉，就是觉悟。觉悟非常宝贵，非常难得了。上上根人这一生在世间求什么？求菩提，他不求别的。菩提就是经题上觉这个字的意思，你看清净平等觉。菩提从哪来？从平等来。平等从哪来？平等从清净来。清净从哪里来？清净是从放下来。明文理养无欲六尘，不仅如此，还要把一切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通通放下。菩提是自性本具的，自然就现前了。所以下面说为入菩提妙觉之法门，这才是善趣门。如慧疏说，菩提者上善所入，在佛法里头
唯有大乘。声闻缘觉没有分呐，全教菩萨也没进去。啊，声闻是阿罗汉，缘觉是辟支佛。他们只断见思烦恼，辟支佛不但断见思烦恼，连见思烦恼的习气也断了。所以他比阿罗汉高，菩提心没法啊。全教菩萨也是没法菩提心的，不能去入真实之门。他比阿罗汉高，阿罗汉断见思烦恼，他断分别，也就是说他修的定是平等。我们经常说清净平等觉，阿罗汉是清净，全教菩萨是平等，发菩提心就觉了，就明心见性，就成佛了。那么菩提心没发，他还在菩萨位，别教三贤。真正发菩提心，他就登地了。啊，原教在实现，发菩提心，他就登初住。初住就明心见性，这是原教大乘。啊，随菩提上山所入啊，这叫善趣门。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啊！啊，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什么？古人著述里头很多，讲的很多，不好懂。啊，我们讲它深入。天数啊，我说了十个字。早年在国外弘法，常说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我说了十个字，说了五章四句啊。真诚是菩提心的本体，真诚就是真心啊，真诚到基础，我们要用这个心，用这个心生活，用这个心工作，用这个心待人接物，这就真法了啊，不是口里说的，是要落实啊。真诚心，用真诚心对自己，就是清净平等觉啊。自己常常保着这个心，清净平等正确，对别人
对一切万物慈悲啊，无缘大慈，慈是帮助他得乐，没有任何条件啊，悲是救苦，他有苦有难，我们要帮助他离苦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没有条件。为什么？我们真正明了，自他不二啊，自他一如啊，自他一体啊，要有这个心啊，这个心就是佛心的、啊、佛之所以成佛就靠这个心，我们这个心跟佛心不相应，所以怎么学也学不像，这个不能不知道的啊。所以怎么对自己，怎么对别人啊，对自己不能慈悲，要清净平等觉，对别人不用清净平等觉，真诚慈悲啊。所以当中清净平等觉自受用，真诚心的自受用啊，慈悲是真诚心的他受用。怎么对待别人，怎么对待一切生物动物，怎么对待花草树木，怎么对待山河大地，怎么对待九法界众生，真诚慈悲啊，对自己真诚清净平等觉，这就对了，可不能用错了啊。那么这就是真正觉悟了，明白了啊。所以上善所辱，这叫善趣啊。特别是净宗法门善趣当中第一善趣门，善趣门很多，这是第一个善趣门。为什么？无论什么人都能进去啊，只要具足信愿持名，你就进去了啊。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叫通途法门，一定要清净平等觉才能入进去啊。没有真诚清净平等觉进不去所以那个难了，难在哪里？我们习气太重了，习气很不好断啊。净宗待业往生呢，可以带着习气到极乐世界啊，到达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，我们的习气不要自己断，自然没有了。这个不可思议，难行之法了啊，是为入菩提妙觉之法门，才是善趣门。此门唯有发菩提心，上善之人方能去除，
洞开此门，故云通达善趣门。啊，云何洞开呢？则唯有成就净果，普摄群生之净土法门。你看，最后归到净土。啊，洞开，大开啊！啊，这是通达善趣门。啊，下面是怎么洞开，怎么大开？那这是阿弥陀佛无与伦比的智慧，建立极乐世界。啊，建立极乐世界干什么？帮助这一切苦难众生，立刻就能得到解脱，就能够离一切苦，得究竟乐。这就是净土法门。啊，阿弥陀佛在十方诸佛刹土戒言，一切有缘众生。啊，所谓有缘众生，就是能信能接受这个法门，真正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。啊，这一生当中立一个大愿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我来就是干这桩事情，不是干别的。啊，别的不是我干的，我就干这桩大事。末会的这一段，开藏十宝，为众开法藏，广施功德宝。这个不可思议，这两句念老注得很详细啊，为众开法藏，承上而言，上面说呢，闭塞诸恶趣，悉令出生死海，通达善趣门，都帮助他们登涅槃岸。为实现此愿，故须开示佛智之见，故云为众开法藏。这一句就是现在我们常讲的教学为先，为众开法藏就是教学。啊，这是真正的广施功德宝了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为众开法藏，承上而言，上云闭塞诸恶道，悉令出生死海，通达善趣门，贤令登涅槃岸。为实现此愿，首须开示佛智之见，故云为众开法藏，广言妙法，殿中误入，道归极乐，究竟菩提。这个四句啊，广言妙法，殿中误入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讲经说法，
49年，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，办弘法大会，办这个活动，一生办了300多次，时间49年。办这些活动，讲经教学，这一种活动有大型的，有小型的。大型的在讲大经，时间很长，有讲几个月，有讲几年的。有在人间讲的，有在天上讲的。到处讲经说法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佛所言的妙法也不一样，帮助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，让他慢慢的向上提升。大致上分别呢，佛说经分5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他事先成佛，为41位法身大士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这部经是定中讲的。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，有定没起来，不知道佛在定中开华严大会呀。什么人参加呢？法身菩萨参加。不是法身菩萨，你进不去。这一部经讲完了，370种讲完了。大龙菩萨，这也是等觉菩萨，收藏在龙宫里头。这个世界没有所以小乘不承认大乘，说大乘是假的，不是佛说。小乘没办法参加法会嘛。佛灭度之后600年，龙树菩萨，他接受大龙菩萨的邀请，大龙菩萨带他到龙宫参观，看到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欢喜赞叹，但是一看分量，阎浮提众生，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无法接受，太大了。分量多大呢？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纪，14天下微尘品。我们听到两句就摇头了，真太大了。我们中国四库全书说大，跟龙宫里面华严经比，小巫见大巫。那么他还有中本。
大本分量太大了，希望找一个借中本，中本分量也大，都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人能学的，最后还好，他还有个小本，小本就好像《四库全书》目录提要，我们现在四库是现装本，这个精装本，一共是1500册，提要呢只有5册，这就好学了，所以他就把这个小本背诵过来带回来了，写成文字，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梵本看不到了，看中文的一本，总共99卷。晋朝时候第一次翻译的60卷，第二次唐朝翻译的，唐朝武则天的时代80卷，贞元年间最后一次翻译40卷，除掉重复的部分一共是99卷，这是中文完全的华严经，99卷。梵文原本没有了，找不到了。这部经我学过，我一接触这个佛法，方东梅先生告诉我，给我介绍一部经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告诉我学清凉大师的注解，李同玄居士的合论，这两部书我都学过，华严经讲过2遍，第二次讲了4000多个小时，讲到10注品，大概全经的分量是1/5，4000多个小时，所以我那时候估计要把全经讲圆满需要20000个小时，真是妙法真叫你生欢喜心我也是讲华严，讲到入法界品，善财童子53财，看到文殊普贤，发愿求生极乐世界。我对于净土宗接受了才知道华严跟净土关系非常密切，古人称赞华严是大本的无量寿经，弥陀经是小本的无量寿经，所以无量寿经称为中本华严那么换句话说，古人把华严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看成一部经，大本、中本、小本。文字有详略不同，华严讲的详细，文字多99卷，无量寿经只有1卷那么阿弥陀经大概只有几页要用这个本子来试的时候，大概就
不到十页，啊，大本、中本、小本呐、啊，让我们认识啊。啊，所以我在晚年，我把《华严经》放下，专讲《无量寿经》，讲中本华严。啊，那个大本太大了，往后学的人少啊，可能没有人学了。我是早年在台湾，有个开心法师。往生了，很久就往生了。啊，他每一次跟我见面，都劝我讲华严经，告诉我，你要不讲，以后没人讲了。啊，他的诚意，我领了，我很欢喜。啊，所以我讲了两次，实在经太长了。啊，浅舌说不出味道出来，真把味道说出来，那就很长时间。啊，这从这个地方也体会到佛经太伟大了。啊，清凉在那个时代，盛唐的时代，讲这个经，他。一生讲了几十遍，我想应该是一年讲一遍。那个时候人的根性好啊，一点就通了，就明白了，不必细讲啊，一点点到为止啊，所以一年讲一部啊。啊，他们那个时候跟世尊当年在世一样，一天可以讲八个小时。啊，我们现在没有啊，一天四小时就很多了。啊，通常一天两小时，一天两小时，那这一部经要四五年，四年到五年，像清凉那样讲法，啊。像我这个细讲的时候，那就不行。啊，一部经总得三四十年。啊，所以这是讲到微中开法藏，光是功德宝。啊，广严妙法。临终悟入，道归极乐，究竟菩提。这两句决定不能少。如果不能道归极乐，就没有办法究竟菩提。啊，为什么？上上根人少啊，到哪里去找？上上根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，几句话一点他就通了，就毫无障碍了，这种人太少了啊，这属于顿悟。见悟的呢有，历代都有啊，见悟就是要学很长的时间啊，连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海贤老和尚。海贤老和尚不是顿悟，是见悟啊，我估计他是二十年，他二十岁出家，师父教他一句佛号，
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听话，他正干。啊，以这么一个老实人，幸愿持名，一向专念，20岁，顶多三年，啊，3年到5年吧。他能够念到功夫成片，这是我们念佛法门第一个层次。念到功夫成片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。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。啊，很可能阿弥陀佛就跟你见面了。啊，告诉你，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？到时候我来接引你。心定了。啊，那么从这个往上再提升，大概5年吧，他就能得四义心不乱。四义心不乱，生方便有余土，功夫等于阿罗汉。啊，再向上提升，5年到10年，理义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在什么时候？我估计是40前后，他得到的。啊，所以他曾经讲过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知道不是随便说的，明心见性才什么都知道。啊，一般人听不懂啊。啊，他这个境界跟慧能大师大彻大悟境界相同啊。啊，能大师是顿悟，豁然开悟的。啊，他是20年功夫达到这个境界。那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普通人用20年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。只要你真正的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我给大家说过，心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这什么都没有。你能够保持20年，就有可能到这个境界，离业心不乱的境界，啊，往生净土。生十宝庄严土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为众开法藏呢，啊，这个众是指9界众生，包括菩萨、圆觉、声闻、6道一切众生，开佛之见。一常云开示之意，啊，这开示2个字在此地说了，开示不容易啊！啊，开示让听众的时候能悟入，啊，悟入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，像五祖对慧能大师的开示，用《金刚经》，啊。讲了1/3，他就开悟了，他就悟入了，后头不要讲了。啊，法藏有名佛法藏，法性之离体，就是当人本具的如来藏性。法性含藏无量性德，所以叫法藏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，下一次我们从这个地方接着讲。啊，从法藏这个地方讲。